我们是真正经继续在地主主康康要来关心花莲的林管处推广对土地较被破坏农作物，像讲种香菇，去年差不多培养四栋外，采收300多公斤，价钱真水，品质嘛真好。上底八天就会当采收一届，刷落来引进金线莲，也够望你的技术，会当让种的人加赚一寡钱。树苦摆做几落摆，香菇稳定会生出来，甲买落来准备要摕来买。我们采下来的会有大小不一，那没关系，我们在烘焙的时候，烘焙前就先分级。利用大自然发展树拿经济，花莲拿管处叠加安南华工作站推广松林副产物，帮助农民用未影响生态方式来加赚寡钱。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椴木香菇。市面上的价位是一般太空包的2倍，可以确定保障我们的产品没有空污，没有 PM2.5。品质好，价钱嘛未歹，环境的影响较小，加上人工水分拢有配合，上少8天就当收成。把我们的过去经验加上业界的教导哈，我们一起陪伴他。继续做试验，结果大丰收。干那去年种超4.6吨，收超325公斤，时间一个久，树拿生态会当恢复，麦当达到环境甲市场双赢的目标。即阵啊，拿管处搁要甲金线莲甲木耳培养的技术引入去，要让树拿经济会当有上大的产值。记者综合报道。